关，所以你不知道没关系，我先打到中间就好，我打到诚实好了，好，先诚实，反正你会看都可以，其实你会发现都可以。来，我这样去量测的时候有没有？我要探上去，碰到了，这个是坏掉了。啊，我拿错棒了，不好意思。所以都不会动。来，我看啊，正常来讲，我们这样是零嘛，会有打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来测量它哦。好，它是打过去再打回来。好，来再一次哦，我反降啊，压紧啊，因为这个有时候比压紧要弹开，哎，压住。它是慢慢放电回来，对吧？有看到这现象啊、哦？嗯。来，那反向再一次打过去。啊、慢慢会回来，慢慢回来。好，所以呢？你会发现说它的时间是不一样哦。好，来，这个时间差呢，我们刚刚讲这个指针电表，刚刚有老师问哦，哎，我一开始是不是讲说指针电表的红棒是负电，黑棒是正电，除了可以量 LED， 还有可以量什么？这电容其实也还是有差。如果我们呢正的，还是红棒是负电还是正电？红棒黑棒是正电。要记得哦，我刚刚开始讲了，我这欧姆档哦，欧姆档，所以这黑棒正电，黑棒正电，所以我如果放在正极，红棒放负极的话呢，它会怎么样？速度快一些，你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冲棒电速度，你要顺着它的方向。好，那如果呢，你去看它的时候，它没有冲棒电，因为我刚刚看这明显都有冲棒电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笼子，我刚刚随便拿了一个这个是几，220米。它一定会有充放电，电也电容，它一定有充放电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充放电，哎呦，我刚刚是不是红黑棒交替，它都有充放电哦。可是要注意一个红笔的这个地方，因为你在外面的时候，你常买到原件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你可能是比这小，有时候用做高频讯号啊，用这个陶瓷电容。我刚刚是不是算104，这外面很常买到是0.11μF。0.11μF，你看注意哦，我们这是经验法则，1μF以下没有短路，把它当正常。这句话文字可能一开始看觉得有点卡卡，对不对？非短路，短路就是零欧姆哦，所以我没有零欧姆，有的时候它就可能，哎，举个两个人4.7μ哈，它可能在0.47好了，可能接近了0.47μ，它可能呢跑出来的只不会零，它会有一个，然后停住你就发现它。